等了三天让老王取号，没有一个是后买的。我的天哪！粉丝苦等三天，只为让老王取号，十几万买的109级号竟然没有无级别，老王费解发生争议。109，97条还价信息，人修宠修3200，辅助技能强壮神速1200，师门技能部件全身上下5个特技，原始种族。是一个魔族，现在是仙族，不加钱。王哥，物质补偿规号是行云流水。限量祥瑞粉红小驴200，熊猫团子500，天使猪猪最后加。行囊不看，锦衣360，衣服染色光膀子的加900，衣帛360，浪淘沙1500，神器速度75，金药利金两级的天平和蔓延。金药和利金应该不贵吧？主要是天平和蔓延贵啊，这速度75不低啊。神器加多少钱？金药和利金加多少钱？我还真的不知道。去那边藏宝盒帮我搜一下金药，然后用金药乘以3就行了。金药假设是800就2400，金药是要1500的话就4500。主打一个认真负责，不懂就问。就先算他的4500吧。时段的效力藏刀修罗傀儡妖，防御62、67。原号主还是比较追求细节的，服饰打的都是新三级服饰。帽子的话1800，愤怒腰带加修罗傀儡妖。时段黑3500，熔炼的属性真的好。鞋子水星加修罗傀儡妖2000，项链金刚弩木加修罗傀儡妖2000有点高，灵力有点低137，1800。衣服流云189，31耐，熔炼5点防御4000主要是加特技了，白板就不说啥了。罗汉的武器1800宝石都没打满，开完孔2000，灵士的话3500加3000，6500。这灵士6000，这个灵士的话他们能卖7000啊。戒指双速度一封印，双速度一封印竟然打到了9段行为师啊！速度的国标100的话是8，120的9，130的140的是10，也就是他这个灵士的属性其实是很高的啊，13000。这两个灵士有点猛啊！这也算是个10+800套极限号了，天罡地煞剑辉都没问题了。12技能的壁垒化魂多少钱？10000多是肯定的，有，13000。宝宝装备还能再卖上个4000，17000。出其不意的须弥，带高级鬼魂，四个法术都有，带晋级法爆套，被我猜了个差不多，这也是一个10000出头啊。这个16、16和13，有点强啊，13000。这种配置的风系号完全可以在区内比武拿个称位了。第三只宝宝杀人力劈也是进阶110，宝宝装备47、49、59再加敏，宝宝装备的话是个2000，技能的话咋地能卖个6000啊8000。我等了3天让老王取号，没有一个是后买的。我感动都有点想哭。好的，死亡法防，防子数字都不错，又是一个进阶110的画魂，这只宝宝能卖个5000。这号东西太多了，这只宝宝的话能卖9000。这只宝宝9000啊，都是高法子进阶110的。这只就进阶110的话吃的有点少，这只壁垒的话应该是在9000加宝物装备啊，能卖上一个11500、11800。四技能的鬼将1.277高成长，3500加宝物装备啊，能到一个4000。这只龟速的话像是野生，是宝宝，没有镜台，速度资质100，吃了几年元宵，2500。这个耗子没有逆境和阳护的话，就300、400。六技能，我说错了啊。好，这个耗咱们现在有什么东西没给他算钱呢？首先是一个天使猪猪没算钱，一套任务的物理系装备没算钱啊。咱们先一点一点拉。我估完这个耗的话，兄弟们自己也会估耗了。这些装备的话，你们藏宝阁就挨个搜。然后如果不懂限量祥瑞的价格，就打开这个表格。这个表格是更新的啊。男天使。猪猪最便宜的话是现在是在下降阶段，最便宜的号是16900啊，你就给这个最便宜的钱加在你的号里，号一般那种最垃圾的还能值点钱，所以说你就加个16500就行了啊。好，这也算是王哥现场教学估价了。永不磨损，这身装备我就不想估了，兄弟们直接给我一口价。防御位的双无暴击伤害，双无暴击伤害，帽子10段的寻龙天神，破血狂攻，衣服10段利耐，武器不磨，伤害不是很高。愤怒巡游天神，巡游天神也是一套动物套加力量，这套装备给他多少？耳饰800，戒指
600，800加6001400，帽子的话差不多10002400，2400衣服再加个几百，能到个3000。其实愤怒加这个动物套的腰带有点说法啊，4000块钱不到3600-3700，3500吧，就这了啊。OK， 啥玩意儿17000这么贵？加1600，加1500，加1800，加13000，这么多值钱的东西，我靠，这号这么贵？给我的感觉是一个60000块钱的号，因为它没有无级别。价格一算好吓人，看似平淡无奇的一个百套号竟然就花费了17000，现在买差价属实不便宜，169420。它贵的地方在于哪儿呢？兄弟们再回顾一下它的宝宝，12技能的壁垒，出其不意的须弥啊，然后两个一致劲爆的高法兹的画魂进阶了110啊，接下来壁垒，然后灵士的话有九段行为时，就不说1到8段，第9段行为时就7500了，而且速度国标是8，一个爆了3，一个爆了2，爆了5，这个的话封印爆了5，速度爆了4，所以打了9段呢也是合理的。右边的灵士呢，算的都比较低，都算的6500，其实7000多都是可以卖的啊。全身装备的话没啥问题，动任何的装备没啥问题，整号的话，空号的话也没啥问题。这个号我要找不到自己估错在哪啊。那现在买号的话，不赚就是亏啊，所以说给他整号给他打个0.95折吧，0.975有点低，他号比较贵，0.95折，最后的购买价格是160000，好，老板的购买价格呢是152000。